各位观众，现在这个是 RGB Link 的 Mini Pro，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呢就是7G 作业，这里4G， 这边 3G， 并在第一路并进去之后就形成7G 作业的模式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右手边哈，这边是3画面，好，来4画面，可以做到4分割，再来2画面 ，side by side， side by side。好，再来单画面。它的作业模式很简单哈，就是透过我们的场景下去设计，设计好之后呢，就可以完成现在我们的4画面。好，在3画面先好了嘛。哦 ，side by side， 然后这是那个子母画面。好，来4画面哈，来3画面，2画面 ，side by side， 单画面。好的，谢谢各位。